大家好，我是六 D 班的刘静玲。我是六 A 班的魏子琪。魏子琪，听说你对成语挺有研究。不敢不敢，不过别人都叫我专家。那可妙了，在下有个外号叫成语博士。我不大好意思讲，其实别人叫我成语天王。那我就是天王杀手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，我们来比比。好啊，中国的成语里头一开头的有不少，咱们就用一开头的成语来比一比。好，开始。一心一意，一丝不苟，一本正经，一板一眼，一毛不拔，一无所有，一马当先，一飞冲天，一帆风顺，一目了然，一知半解，一言难尽，不分胜负啊！咱们要加大难度。咱们就用一的成语来比一比，看谁比较会吹牛，如何？好像挺有趣的，就请您先开个头。老实说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号称一代巨人，身材高得不像话。真巧，我的朋友不但是巨无霸，而且眼睛特别好，能够一目十行。我的朋友可以一手遮天，要是他挥挥手，你们还以为天黑了呢。我的朋友嗓门特别大，只要他听到笑话，就会一笑倾城，笑声把房子都震垮了。我的朋友长得比山还高，有时候小动物从他身上跳下来，保证一落千丈。我的朋友步伐很大，能一步登天，跨一步就到天上去了。咱们俩的巨人朋友本打算有一天要一决雌雄，念在咱们的一面之缘，看在我一颦一笑的份上，两位巨人一见如故，一言定交，他们一团和气，生活一帆风顺。嘿，今天咱们是不分胜负，成语博大精深，回家多看书，下次咱们再比过。一言为定。